所以上去点的是绑的，哦，这一波一上去就绑的是先中结掉了技，但其实，哎，这个位置一上来反而是被对方先直接接一套，所以把明打给终结了，技差了10个，哦，这个技，选择上来一踩，然后接一个绑，难道真的秒得掉？接中路居然打掉了，神勇魔龙给你，我们来了，第一次新势力。 直接魔族堡，三个再见，领先12K， 赢不了比赛，要恭喜励志新势力击败了中山灵犬，哇！